好的，各位同学来，我们目前在第五课第五课在教的是 parkour， 那个就是跑酷了，就是那个人就是他在有点类似像飞檐走壁的那种感觉来，一样我们听力先听。Five, parkour, the art of movement. There are people jumping, rolling, or swinging their way across cities. These people are practitioners of parkour.A sport that has turned urban landscapes into challenging yet fun obstacle courses. 好，这个是第一段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本身首先他说 ，there are people 他是说有人有人怎么样呢？在jumping 就是跳 ，rolling 是滚动就是这个字滚。好，rolling 所以那个有个叫做 Rolling Stone 就是滚石啊。了解会滚动的石头 ，or swing swing 就是摇摆甩过来甩过去那种摇摆swing their way 意思就是说 swing their way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走直线它是这样子走 swing their way across cities 在城市之间他们是用跑的用滚的用左跑右跑的这种方式在前进。These people 这些人是什么呢 ？Practitioner， 好，各位这个单字我把它音节稍微切开一下它叫 practitioners，OK，、okay? 好 ，practitioners，OK，、okay? 那接下来这个 practitioner 这个单字如果各位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 practice， 对不对 ？practice 这个字当作动词来讲，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就是练习。那练习加上tion 这个字是名词，加上 er 表示执行这个动作的人或者是事物。对 ，practitioner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那个实践者，懂他能够把练习把它做出来的就是实践者。OK， 好，这些人们是实践者，什么谁的实践者跑酷的，好，这是这个跑了这个跑这个酷。他们是跑酷的实践者。那跑酷的实践者，然后接下来各位仔细看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名词，对不对？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名词后面出现的逗点？好，那各位这个地方各位要把它框起来。为什么要框起来呢？各位，形容词出现了，好，它在补充说明前面的跑酷。他说跑酷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各位是不是有看到 that？ 好，来按照这个 that 看到又要圈起来表示。又要再形容，所以你看它是这样子。好，形容词记得英文的形容词它很喜欢摆在后面。好，那这个也是一直在跟位强调的一点就是你英文句子你也看不通常都是跟形容词定位不出来有关系。好，形容词在后面，它是说这种运动。那这种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That has turned 各位不要忘记，这边有 has have 加上 pp， 这个就是has turned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就完成式了。完成式我们中文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曾经，也是可以把它翻译成已经，也可以翻译成一直，就看那个现场的一个句子的状况。那它在这边翻译的就是用已经这个 that has turned 把什么变成turn 这个字各位一找到再切换一下画面turn 这个字各位一看到你要立刻去找 into， 为什么呢 ？turn into 它是一个片语。Turn into， 那接下来各位你要把 A B 把它定位出来那 A 就是这个 urban landscapes 这个字是 A， 然后这里是 B， 好，所以他把这个 A 这个东西把它转变成 B， 好，所以把什么呢？把 urban 这个单字的意思是城市，他把城市的turn urban landscape 是地点啊不过讲地点不太正确应该讲风景或者是地标，就是反正城市的那个景色他把城市的建筑这边可以讲建筑就是反正城市的东西城市的这些风景转变成什么呢？转变成 challenging 这个单字我想是没有问题 challenging 它的原型是 challenge。这个动词这是挑战，那 challenging 就变成有挑战的转变成有挑战，然而 yet 是然而有趣的，
来，接下来下一个字哈，要讲的是 obstacle 啊，各位这个单字啊是 obstacle。那各位，什么是 obstacle 啊？这个看各位怎么记啊，它有那个台语的记法 obstacle 啊。那你看 obstacle 会怎么样哈？这个是有点障碍了。哦 ，obstacle 啊，就是有障碍的意思。OK， 那这个字哈、哦，有那个字根字首，要来跟各位做一下补充哈、哦。obstacle， 各位你仔细看哈、哦，哎，稍等一下。好 ，OK，obstacle、okay, 这个单字哈、哦，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个 sta 在这里 ，ob 哈、哦、，ob 这个就是反向。哦，你这个字很好记啊、哦，你 o。B， 你看一个是往这边，一个往这边。你看用它的字形，你看 B 这个开口往那边，那 O 是往这边，你就这样记了啊。它有反向。那讲到这个是字首嘛，对不对？那讲到这个 STA 哈，各位 STA 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看各位还记不记得哈？那我这边要等一下，我用打字的方式、啊。STA 这个字有站立的解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组字哈、哦、跟站立会有关系。首先第一组字当然就是 stand 这个单字的意思啊，就是站。然后有没有这个是最容易了解的一个部分啊，就是站起来的站。OK， 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字哈、哦？它还有这个 sta 的字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字 ，OK，station、okay, station 这个单字各位应该没有问题哈、哦，这个字叫做车站。掐站 ，OK， 来，那接下来还有哪几组字、哦、也是跟 STA 有关系的哈、哦。来 ，STA 的字还有像这个，接下来这个字是像哦，接下来这个字、哦、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啊、哦、，stable 这个单字它是 OK， 这个单字是形容词 stable， 各位你可以想象、哦、就是能够站住的。你想想，我们站需要稳固的。好 ，OK， 所以这个单字、哦、它是有稳固的意思，稳固的啊、哦，稳固的，好、哦，或者是稳定的啊、哦、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这个就是 stable。好，那除了 stable 之外、哦、各位 ，stable 这个单字啊，除了稳固，它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一直站着。那一直站着哈、哦，谁会一直站着？它还有马厩的意思啊 ，stable。那各位，这个字 stable 它极度的有趣哈、哦，来，我这边还是再度跟各位补充一下，像这个单字哈、哦、叫 stable， 然后我先把它改成 ize。stabilize， 各位这个字是动词，好，我要讲的是它的名词，再加上一个 r， 变成 stabilizer、哦、各位你仔细听我的音节、哦、叫做 stabilizer， 各位 stabilizer 这个叫做那个稳定器。什么叫做稳定器？就是那个现在大家不是都会有时候在自拍，手机拿自拍，就不是都会拿那个三轴稳定器吗？那个就是 stabilizer。好，各位你可以自行的想象一下了哈 ，stabilizer。那接下来还有像这几个字哈，也是有稳定的、稳固的意思。OK， 像这个字 statue 啊、我把这个 s 啊、一把它删掉 ，statue 啊、就是一直站在那边啊、这个字是名词啊、它是有雕像的意思哈 ，statue。这个字有雕像、啊、你就想嘛，就是一滴卡底下，对不？好，那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哈，来稍等我一下，我画面稍微做一下收放一下。好，好 ，OK， 来，那接下来还有哪几组字跟 STA 这个字有关？哈，还有哈，来，比如说像这个字叫 standard 这个字当名词来说。就是标准的意思、哦、你就想你站立的一个地方、哦、那就是一个标准、哦、standard。那还有这几个字、哦、这单字还蛮多的、哦、像这个字 constant， 各位 con 是不是一起、哦、那 sta 就记得它是站、哦、大家一起站、哦、那大家我们就一起站啊，站了一阵子 ，constant 这个单字有持续的。有连续的意思 ，OK 啊，了解哈。那接下来其实还有几组字哈，其实是也是蛮常用的哈。其实各位这几组字就是相当容易遇到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字 ，stay 这个字就是停留。如果啊，你就卡底下，就你没有动了，好，就是停留，对不对？好，来，那一样，我画面稍微
这个移动一下。那还有哪一些字也有那个站的意思哈？这快要结束了啦哈。比如说像各位 stage 这个字当名词不就是舞台吗？对吧？就是你站在那边吧，这样有没有很好理解？好，那比如说像这个 outstanding 这个字是那个形容词啊，就是杰出的。那各位，这个 out 记得就是 out， 就是出去 ；stand 是站出去哈。你别人都站在这边，你能够站得出去，你就想你就是特别的杰出。好，了解哈。来，然后接下来像这个字 establish 这个字是动词。好，那各位知道哈，我这边我把它切开哈 ，e s e 是 out 出去的意思，好，对不对 ？e 是 out，s t a 是站立，好，站出去了。啊，你就是有人站出去了啊，那你要赶快盖一个房子给他。所以 establish 这个单字哈、啊，叫做建立。好啊，这是建立的意思。好，那再接下来还有下一个字哈、啊，叫做 install。好、啊，各位来看哈、啊、，in 是不是进去 ？sta 就是站，进去站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本来他没有站哦、啊，那现在进入了这个。比如说本来是坐着，然后你要帮助他建他，让他站起来，让他进入能够站立的一个状态、哦、那你可能要协助他，要帮他安装一些东西。这个 install 它就是有安装啊。好，了解哈、哦。来，那所以这边这几个字啊，我画面缩小一下哈、哦。来，哦，它会这样子动，哦，好，有了哈、哦，这样子一起动了哈、哦。来，这几个字来，我们再跟各位再度复习一下。好、哦，单字哈、哦，赶快来。复习复习，来，首先第一个 stand，S-T-A， 记得就是有站哦。首先 stand，station，stable 啊 ，stable 有两种解释哈、哦、，constant，statue，stabilizer，standard，stay 这几个单字，还有啊、哦，再往下，哦，它会这样子动，哎，好吧，好 ，OK， 哦，有了，好，来，还有像这几个字哈、哦，stage。Outstanding, establish, install. Install 这个单字，这个进入站的状态，它是的确是有点牵强了哈。哎，各位你就看要怎么记哈，你会比较容易记得起来。那这边我一样哈，随机抽几个哈，看各位有没有印象。好，你这边可以给自己评个分数了哈。我这边抽五个给各位哈，你自己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看你这个小考哈，就是立马教完之后的小考哈，看你拿几分。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Statue 第一个字，好 ，OK， 来第二个字是这个 ，establish 什么意思呢？接下来第三个 ，standard 这个单字又是什么意思呢？第四个 ，constant 那这个单字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五个，什么是 stable？好、哦，了解哈，那一题二十分，好，各位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小分数看看，看你也当得几分啊。你如果当然能够拿100，恭喜各位哈、哦。这个我们学英文哈、哦，学到这个境界哈、哦，到高中这个阶段啊、跟累积单字哈、哦、有绝对性的一个关系，好吧？好，那各位加油。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底下看哈、哦，就是它转变的那个城市的一个风景哈、哦，把它变成有趣啊、挑战，但是有趣的障碍物的。Courses 啊，各位，这个单字你可以这样理解了哈，就是路线。各位 ，course 这个单字还有课程的意思哦。好，了解哈啊，来，就是变成相当有趣的一条路线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段。好，接下来是第二段哈，第二段一样，听力先听一下。The idea of parkour is simple: move quickly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using objects in your path to help you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your movement.If a wall is blocking your way, climb over it. If there's a gap before you, leap over it. Run, walk on all fours, bounce off vertical surfaces, or do anything else that will allow you to keep going forward. One rule of parkour is never to go backward.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段哈。那各位，你可以感觉得到第二段哦，什么东西很多，单字应该不少。OK， 好，来，那这边我来解释一下哈。
The idea 啊，这个 parkour 啊，就是跑酷的一个概念哈，其实是 simple 啊，相当的简单。Move quickly 快速的移动啊，从 A 点快速移动到 B 点。Using 使用啊，这边遇到一个单字哈，叫做 object。好，各位 object 这个单字是有得讲的哈。首先啊，你会看到 J-E-C-T Jack。啊，这个单字它其实是这个字根来的哈 ，jet 它是有喷射的意思啊，就是出去丢了哈 ，throw。那 ob 哈，各位记得它是反向 ，OK 啊，那你没有丢，哎，没有丢的相反啊，就是东西就在那边，所以 object 这个单字的其实就是东西，它还有物品的一个意思啊，东西或者是物品 object。OK， 来，那接下来哈，这边单字，这个单字哈，来，很快的跟各位做一下补充哦，就是我们刚刚有遇到的那个 JET 或者是 JECT 啊，各位这个字根哈，各位不要忘记哈，都是有喷射啊，它或者是有丢的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组字哈，有跟这个有关系哈。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哈，第一个字叫做 project，OK、okay?。Project 这个单字哈，它就是你看我这样子切了哈，各位你听哈 ，P R O 这个字是向前的意思啊，各位你可以自己把它注记上去。Pro 就是一个人非常的专业，那专业的人各位不要忘记哈，他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往前进。那 J E C T Jack 这个单字啊。哎，为什么它一直会有这个跑出来？哦，算了啦。JEC 这个单字，各位不要忘记，它是有丢的意思。你把你的想法向前丢啊，这个单字有我把它放大一点。这个单字有计划。各位，它还有投射的意思。OK， 好，了解哈。这个单字我们念一次哈 ，project。Alright, OK. 那这个单字哈，如果是讲到投射哦，一个东西，各位应该常常会遇到，叫做这个 projector。projector 名词，投射出去，那个就是投影机哦。之前都会装投影机哦，现在投影机也是有人会装，不过你看，像我的教室就都是电视的啦哈。projector。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字哈。跟 JEC 或者是 JECT 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字 ，eject 这个字非常好理解哈，这个字就是弹射啊 ，eject 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是弹射哈？你仔细看嘛，好，我把它切开，哦，你看 ，e 这个单字各位不要忘记哈，就是 out，e out 就是出去，然后 JEC 就是丢。把东西丢出去的就是弹射、哦、各位这个单字哈，这样子 ，OK， 好 ，eject， 好，这是弹射，好，比如说这个字就是说，各位在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比如说他飞那个战斗机，然后飞啊、他被敌军的飞弹打中，那就叫 eject 啊、就是赶快把他那个座椅把它弹射出去。那既然在演电影哈，通常那个时候。该弹出去的时候就都不会弹出去，这样它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故障、哦、所以演电影真的很倒霉哈。但是比如说演电影不是常常会被车撞、哦、或者是他们家一定会全家都得癌症，类似像这样。好、哦，来，那 eject，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哈叫做 inject。inject 单这个单字很简单哦 ，in 是进去 ，ject 是丢东西丢进去哈、哦，把东西打进去你的身体里面。inject 这个字是注射。它的名词叫做 injection， 重要单字 inject。OK， 来，那接下来下一个字哈，来跟各位讲一下哈。下一个字是这个，叫做 interject。各位 ，inter 这个字叫做交互，比如说 internet 哦，网路彼此互相交互就变成网路嘛哦。inter 是交互 ，jec 是丢。大家彼此在那边丢来丢去哈，就是它这个字是动词，就是有打断的一个意思哈，打断。好，来，那接着继续往底下讲哈，像这个字啊 ，reject， 各位 ，R E 是再一次，它啊、各位记得哈 ，R E 这个单字啊，除了有 again 的意思之外。这个单字除了有 again 的意思之外，它还有 back 向后退，哦，就往后丢，人家在往前丢，你竟然在往后丢，哦，记得哈 ，re
这个字再讲一遍，它有向后的意思哈。哎，你既然向后，就会再来一次嘛。所以 reject 就是叫你往前丢，你偏偏要往后丢。这个单字叫做拒绝 reject。OK， 那再接下来下一个字哈，叫做 subject。subject 这个单字哈，就是它有主题的意思。啊，那这个单字是比较不好理解了哈，因为这个 sub 是在底下 ，rect 这个单字是丢。哦、往底下丢，为什么叫做主题、哦、好，各位，你这个可以就是看一下，看想一下要怎么记的哈、哦。来这边这几个单字啊，来跟各位复习一下哈、哦。首先第一个字叫做 project，projector，projector，eject，eject，inject，injection，interject，reject，subject。OK， 好了，这边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来一样哈、哦。这边这个字根字首讲完之后，立刻来做一下那个单字的一个补充哦。好，有了哈、哦，来啊、哦，一样，我随机抽考五个哈、哦，给各位看，哎啊，看看各位哈、哦，记有没有记下来哈、哦？来，首先第一个，来，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字好了哈、哦、，eject，eject， 跟 eject 中文什么解释呢？好，你可以想想看。第二个解释是这个 ，object。接下来第三个解释是inject 这个单词 ，inject。好，各位可以想想看是什么意思哈、哦。再接下来是 project。OK， 来，那接下来第五个字，叫做 interject。Interject 好，一样，这边有五个单字哦。那看各位一样哦，看各位在这个阶段，在第二阶段，你又能够拿几分？好，就是学完之后立刻做检核。好，这个是运用我录影哈，最大的用意就是在这边。好，因为每一个人速度，我跟各位讲，我敢跟各位保证了，讲到现在哈，有人在放空，有人很专心。我跟各位保证，这个分数绝对有人会拿100嘛，对不对？有人可能会只拿20，甚至是拿零分。好，那各位，你如果感觉哈，你现在状态好像没有很好，你似乎并没有很专心，你按个暂停，好，稍微休息一下，哦，喝个水，好，或者是去外面走动一下，好，告诉自己说我要振作，我要振作，哦，上课的时候我要专心。各位你要记得，上课越专心，你的效率就会越高。读书为的就是那个效率。OK， 好，了解了，你不要把这段时间浪费掉，太可惜了。你人都来了，你都坐在这边了，牺牲掉别的事情，你已经够厉害了。但是你既然来了，把今天的单字把它带回家，今天的单字应该有40个啊、哦，了解啊，40几个左右。好，所以努力啊，希望你如果忘记的话，你可以稍微沉淀一下，稍微背一下。好，了解了，就不要就是你如果都不理它，就会变成船过水无痕。嘿，就很可惜啊，就是等于今天有来跟没有来其实是一样的哦。读书非常讲究效率 ，OK， 好来，那我们接着继续往底下看哈。他说，借由应用这个物体，什么样的物体是在你的 path 这个单字的意思叫做路径。借由运用你在路径上的物体干嘛呢？帮助你 increase。哦、各位这边这个单字、哦、increas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增加的意思、哦、了解、哦、增加、哦、帮助你增加什么呢？增加 efficiency、哦、各位 efficient 这个单字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哦、首先它的念法是这样的，先搞定念法 efficiency。 各位什么叫 efficiency 这个单字的意思、哦、叫做效率哦，增加什么东西？增加效率。好，了解哈。那这个效率它一样有字根字首可以补充哈。各位，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E 开头是 out，CY 结尾这个字是名词，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FIC， 这里 FIC， 好吧？好，来，那我们来搞定一下哈，看这个 FIC 是什么意思哈？那来看一下，来，好，首先先用 FIC。各位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FIC 跟 FIAC 都是有做的意思，好吧？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字我们可以用。好，来，首先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fiction。 fiction 这个字名词叫做小说，小说都是做出来的嘛，它毕竟都是假的，没有错。来，接下来下一个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这个字叫做
artificial 这个字是形容词 ，art 是艺术 ，fic 是做，做出来它是艺术，不是真的这个东西的意思，叫做人工。好，那这个单词我们顺便补充一下，你只要在后面加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字，就变成人工智能。OK， 好、哦，了解哈、哦，人工智能。那 efficiency 这个单字哦，我也顺便把它补充一起好了哈、哦。efficiency 这个单字啊 ，efficiency 这个字名词就是效率，你做的东西能够出去啊、哦。这个单字我这样跟各位讲，你看哦，哎呦喂呀 ，E 是不是 out？FIC 是做。你做的东西你可以拿出去了、哦、就是有效率、哦、就是、欸、东西做出来的 efficiency。好，来，那接下来下一个字、哦、这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叫做这个，我打在这边、哦、proficiency。proficiency、哦、这个叫做、我这样子跟各位解释、哦、PRO 是不是向前，一个人很专业、哦、就是不断的向前。FIC 是做，向前做。 Proficiency 这个单字的意思、啊、就是跟专业度有关的、啊、专业、啊、就这样理解，我把它打下来、专业、哦、了解、啊、Proficiency OK， 好，了解。那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啊、下一个单字是这个字 这个叫做 我看我用形容词好了， Sufficient。那各位，什么是 sufficient 啊、哦？各位，这个单字它是足够的。好、哦，这个单字最好记哈、哦，各位，这个单字怎么记啊、哦？各位，我们记单字有点小技巧 ，suf 你就打 sub，sub 是不是底下 ？fic 是不是做？你东西做到连底下都有了，你看就是是不是很够？你可以了解吗？你就做了很多。底下、哦、你想你在桌子上做东西，做的东西已经满到桌子放不下，已经满到地上去了。你说东西多不多？很多啦、哦、来，那这几个单字、哦、我们来练习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字 ，fiction，sufficient。你看你用字根字首来背单字比较有情境啊、哦、，sufficient，artificial，artificial，efficiency，efficiency，proficiency。Proficiency， 好，这边刚好五个，好，那既然五个的话，哈，废话不多说，立刻来考考各位试试看，我把那个顺序哈，我把它随机抽样，好，要看各位这五个一样哈，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阶段，看各位第三阶段看你背的怎么样，好，来，首先第一个字啊，你不要偷看了哈，来想想看，第一个字是 fiction， 中文什么意思？第二个字 proficiency， 中文什么意思？第三个字。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好记的那个 sufficient， 中文什么意思？再接下来 per efficiency， 中文又是什么意思？再来第五个，第五个、那个叫做 artificial， arti 这个字中文又是什么意思？哦，了解哈、哦。那当然，你如果这五个能够全部达标哦，就是最好啊。这边一样是100分，好、哦，你这边可以稍微记录一下。目前我们在第三阶段，哦，刚刚第一阶段在考那个 STA， 第二阶段在考 JEC， 第三阶段在考 FIC。透过不断的练习，你的字才会慢慢累积起来哦。接下来继续往底下看哈、哦，efficiency of your movement 啊、哦，能够增加你移动啊、哦、，movement 这个单字就是移动。增加移动的效率。如果有一道墙 block 这个单字有两种解释，你可以写一下。名词叫做街区，动词叫做挡住。这个单词还可以封锁啊，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上或者是 IG 上也是可以封锁别人的。如果一道墙挡住了你的路 ，climb 就是爬，你就给它爬过去吧。如果有一个洞啊 ，gap 就是沟。在你面前 ，leap 这个字就是跳啊 ，leap 这个单字是这样啊，你这个象形文字，你看有没有往上跳，然后这是你的脚落下来，有没有？你这再来一次哦，你看 leap 这个单字有没有往上跳，然后脚落下来，哈、哦，就是飞上去，然后掉下来 ，leap 啊，很好记啊 ，leap over it 啊，就是跳过去 ，run。
run 跑步 walk 走路、哦、on all fours 各位 fours 指的是你的四肢啦、哦、这个我写在这边、哦、四肢就是你的 limbs、注意、哦、各位是 limbs、哦、这是、用你的四肢、哦、就是、运动 bounce off vertical、我切一下画面、哦、bounce 这个字、它也是跳的意思、它这个字特别指的是弹跳、哦、比如说遇到某个东西你弹回来、哦、bounce、哦、这个我写在这边弹跳 bounce off vertical、哦、各位 vertical、哦、我切一下音节、哦、vertical vertical 这个单字的意思是垂直的、哦、vertical 垂直、哦、弹跳在哪边弹跳垂直的 surface 这个单字是表面、哦、垂直的表面、哦、我刚刚那些蜘蛛人、哦、or do anything else、anything else 就是其他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什么样的情这些事情是形容词、哦、这里面开始圈 That will allow allow 这个字是允许允许你去 keep going forward keep 就是一直嘛保持一直 going 就是走 forward 就是向前、哦、能够让你一直向前的都可以、哦、就是这样好、哦，所以做任何事情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的事能够让你一直往前的事就可以了弯入哦规则其中一个 parkour 的规则就是绝对不要 backward backward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往后好了解好那这个是第二段 OK 接下来到第三段了哈来听力 Parkour started in France in the late 1980s It grew out of military exercises that train people to combine the mind and body in overcoming obstacles For example a primary move of parkour is the precision jumpin which a person must land on a precise spot after a jump. OK, 好了，这个是第三段哈。来，那第三段我们来看一下 parkour， 跑酷啊、开始好在法国、你看到这个就知道在讲历史。你看了1980，你看又看到专有名词，你就知道这一段在讲历史的了哈。在晚期1980年晚期 ，it grew out 哦，哪边发起的呢？Military 是军事的一个训练 exercises 军事的训练。那这个军事的训练是什么样的训练呢？大家又看到形容词出现的这个训练是什么训练 ？Train 这个训练是训练人们去结合 mind 的意志、思考或者是你把它翻译成思考、结合思考跟身体来干嘛呢 ？In overcoming， overcoming 就是克服。就是结合你的想法跟你的身体来克服 obstacle 是障碍，好，所以各位形容词你要从这边圈到这边，好，记得什么样的练习，什么样的训练，就是这一种训练，结合身体跟心理的一种训练。举例来说 ，a primary 啊，来这个单字我切一下音节哈 ，primary， 各位什么叫做 primary 啊 ？primary 就是起初的，最先的。这个意思啊，起初啊，或者是最先哈，这个单词我们再念一次好了哈 ，primary。那这个单词等一下会稍微做一下补充哈。最先的一个运动，跑酷的最先的运动是什么呢？最早期是 precision 的这个单词哈 ，precision。各位，那什么是 precision 啊 ？precision 这个单词的意思哈，叫做精准。好，这个单字我等一下也会变，我也会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最早期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移动跑酷最早期的移动，就是精准的跳，你要跳的准。那 in which 这边又开始在补充说明这种精准的跳是什么意思 ？OK， 好，再切换画面哈，精准的跳，好来 in which， 什么叫做精准的跳？就是一个人必须要 land 这个字是降落。降落在一个 precise 是精准的一个 spot 点，好 ，precise 这个单字叫做精准，好，它必须要降落在精准的一个点 ，after a jump， 好，这是跳完之后跳过去，它一定要跳在那个很准的一个点上，哦，想想是蛮好玩的。那这边几个单字啊，来跟各位补充一下，首先第一个单字哈，要补充的是那个那个 primary 这个单字哈，来啊，稍等我一下哈 ，primary， 但我觉得我要翻页了哈，等我一下哈，好，有了哈，好 ，OK， 等我一下，好，有了，好 ，OK， 那先来讲一下这个primary 啊这个单字，
先打个勾好了。我换下一页算的啦哈。来，各位再等我一下哈 ，sorry。好，有了。那接下来这个字哈，就是我要说的是 primary。啊 ，primary 这个单字就是起初啊，它有首先的意思。那我们要看的是，主要是这个 pri 哈，这个单字你会感觉它好像跟 pre 有一点像。好，那的确是蛮像的，只是说 pri 它有之前的意思。它也有首先的意思，东西刚做，它有首要的意思，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PRI， 你看到 PRI 开头的字，通常都看厉害啦，好，比较厉害一点。好，来了解啊，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字哈，可以当作是 PRI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单字的补充。来，首先看到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叫做就是 primary 哈。Primary 这个单字啊，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就是精准的意思。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字啊，第二个单字，比如说像这个 pre 啊，我先切一下音节啊 ，primitive 啊，各位这个单字啊 ，primitive 我再把它还原哈 ，primitive 啊，各位这什么意思呢 ？primitive 这个单字是那个形容词，形容词叫做原始的。好，记得哈 ，PRI 就是有之前的、首先的、一开始那个时候。好，了解哈。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是这个。我别怕。Principle 这个字是名词，好，它有主要的。其实正确来说，这个主要的它是形容词才对了哈，它有主要的。那这个 principal 这个字呢，还有名词哈，还有基金啊，它还有校长的意思了哈，就 principal。你就想一间公司最主要的东西会是什么？钱嘛，没有错吧？没有钱，你是怎么样赚钱，对不对？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字，第四个字啊，第四个字其实蛮重要的哈，叫做 priority。这个字好，我把音节把它切开，再念一遍哈 ，priority， 好，来还原 priority 什么意思哈？就是优先顺序的意思，对吗？你先做的东西不就是优先顺序吗？那这个字我把它转变一下，变成动词哈，叫做 priority。Prioritize， 各位，这个字会变成动词就是排列优先顺序的意思。好，就 prioritize。比如说，今天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好，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把它 prioritize 把它排列出来。好，来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第六个这个字哈，这个字哈是也蛮重要的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啊，有 prime prime。Prime 这个单字它是本身的意思，它当形容词，有最初的，还有精华的。好，那这个单字它有另外一种解释哈，它这个字是当就是有一点类似像重，就是你在一间店里消费哈，假设你变成一个 Prime， 有一点类似变成像 VIP 这样。好像各位知道，像那个亚马逊啊，亚马逊这个网络购物平台哈，它会推出一些 Prime， 好，这个会员资格，它会给你 Prime。那什么是 Prime？ 就是你拥有一些特殊优惠，好，比如说免运费啦，哈，或者是运费折抵50%这个样子。OK， 了解。那有的时候像 PC Home 线上购物，它也会出现 Prime， 好，表示你就是你是精华的客户，你是重要的客户哦，你就可以这样子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六个单字了哈。来，那这边六个单字来跟各位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单字有 primary， 记得哈，它就是有首要的、重要的。精准这个字其实是我打错了了哈，各位不是精准哈 ，sorry 啊，不是精准了 ，pam 第二啊，就是有重要的意思啊 ，primary。重要的我用写的哈，它还有首要的最初的意思啊 ，primary 哈，精准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才会补充。下一个单字叫做primitive 就是原始，跟一开始那些字都有一点关系。principal 主要的、重要的，它对一间公司来说主要重要就是基金。原始这个单字叫 priority， 那什么是 priority？ 就是优先。好，了解啊，那一样
它的意思是你先做了哈，这个 PRI 各位你就记得它就是有先的意思。那如果有先，它其实又有重要的意思。东西你会先做，表示它重要哦，了解。那接下来 prioritize 就是排列优先顺序。下一个字叫做 plan， 最初的精华的意思。好了，一样哈，这边我随机给各位抽四个，那一题25分。好，那各位你先试着不要偷看，好，看你这些单字哦，看能不能记得起来。好，随机抽四个啦哈。来，首先第一个，各位可以想一下，什么叫做 plan？ 好，这个是在我们的第四轮啊，第四轮的小考考试 plan。那下一个单字啊，叫做 primitive 啊，各位想一下，看什么叫做 primitive。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叫 principle，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什么叫做 principle？ 再接下来下一个字叫做 priority， 什么叫做 priority？ 啊，一样，这边各位就一个25分。各位，我们目前在第四阶段哈 ，fourth。第四轮啊，各位你看一下，你可以拿几分，这样你可以自己登记啊。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那等一下我们会最后第五轮，第五轮结束之后就 OK 了。那第五轮的话，我们要看的是哪一个单字呢？就是看这个字哈 ，precision。我谈到公母第二，主要就是看母第二了啊 ，precision。来，这个单字先念一次来 ，precision。那我这个单字我把它还原哈，变成这样子 ，precision。那各位 ，C P R E 是有之前。对不对 ？CIS 啊，各位，我们主要是要搞的就是 CIS。各位，什么是 CIS？ 这个单字就是有切的意思。各位，在切东西之前，你是不是要看得很精准啊？哦，各位了解哈、哦，切东西之前，啊不，你等下切人啦，切唔到，切到个裂卡。哦，不会那么夸张啦，切到个裂手啦，哈、哦。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CIS 这个字哈、哦，就是记得 CIS。就是有切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组字哈，它是有切的一个概念哈。来这边来跟各位做一下补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字，就是 precise。precise 这个单字是形容词，就是精准的哦。了解哈，在切割之前都要非常的精准。好，来接下来第二个字哈，第二个字就是有 scissor，S-C-I。SSOR 这个超级简单，就是剪刀啊，了解啊，就 SCI 就是有切的意思。然后来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有 decide。那各位 decide 这个字你要这样了解哈，第一是不是有 down 就是有下去嘛哈 ，CID 就是切 ，CID 跟 CIS 都一样了哈，就是切。再切下去哦，你要决定有没有好，你要切东西之前不是都会好。我决定了、哦、就是要这个样子、哦、切东西、哦、那它的名词叫做 decision 当名词、哦、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就是决定，好吧？那最后这个字、哦、叫做第五个、哦、叫做 concise 这个单字当形容词，大家一起切、哦、大家都切完了，剩下的东西就比较少、哦、这个单字叫做简 concise 就是、简短的哦 ，concise 就是它不会很长啦、啊，你就想大家都把它切掉了，当然就没有很长。那这几个字帮各位练习一下 ，precise 精准哈、哦，切割之前要决定很精准 ，scissor 就是剪刀，切下去当要切下去，你要下好决心，免得等一下切错 ，decision 是决定、啊、它的名词 ，concise 就是简短简明啦、啊，哦就是。不会热热等、哦、就是很清楚这样子 ，OK。那这五个的话，那这边我就随机抽三个哈、哦，给各位测验看看。哦，这个是我们的第五阶段哈、哦，第五阶段给各位看看，看你能够单字能够记住几个这样。好、哦，来，首先第一个，像 precise， 各位中文什么解释？第二个叫做 concise， 想一下中文什么意思？接下来第三个叫做scissor 太简单的啦，叫 decide 要切下去你要做什么事情。各位这边一格你就当作是33分，看你能够拿几分，这个是第五阶段。
好啊，记得登记好，我会做一个表格哈，就是你自己把第一阶段的小考、第二阶段的小考、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第五阶段的小考，你把它记录下来，看你的自己的分数，看有没有一点啊、看有没有进步这样。来，那我这边大概告一个段落哈，大概就是我教三段单字补充的也差不多了哈，相当的多。那我在这边要做一件事情哈，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再把单字哈，我这边随机抽十个单字出来，好，各位那就是一题十分。第六阶段进入总决战哦，看各位你刚刚学的到目前为止，看你有没有印象哈。我这边随机抽十个来，第一个叫做 object， 想看卖样，看你有印象无？第二个字叫做 eject， 这个字，接下来第三个字。叫做 artificial， 各位，当然你在，各位你记得在我们在回想这些单字的时候，你除了回想它的中文解释之外，你顺便回想什么呢？回想字根字首是怎么样组合起来的。接下来下一个字叫做 efficient， 这个字 efficient， 再接下来第五个叫做 sufficient 这个单字，然后来接下来第六个字。叫做 inject 这个单字，来，接下来第七个叫做 precise 这个单字，接下来第八个这个单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stable 这个单字， OK， 来，接下来我们轮到第九个叫做 establish， 好，第十个我就打在旁边，第十个这个单字，我们来测验一下，就是 principle、我用 prime 这个字好了，总共有十个。好，那我们这个就是第六阶段，各位记得把它稍微记录一下。第六阶段总决战阶段，100分一格10分，你记得几个呢？好，啊，你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啊，让我看一下，你顺便追踪一下，看你自己今天上课的一个效率。各位，你如果到这个阶段，各位，你如果十个全部都记起来，恭喜各位。好，那你表示你记单词速度很快。那你如果发现，哎呦，差嘛，100分，满分100，你才拿30，你只记住了三个字，怎么办？各位，放弃，记得哈 ，don't never ever give up。你假设你刚刚只考了20分。重点不是放弃，重点是你要不断的继续练习，练习透过 quizzes， 透过 quizlet 就是记得赶快不断练习，把今天的单字把它记住。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哈。